我们就这些生命全都是要被离开的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能过来关心和喜欢这些小动物的人来看看，来了解他们的故事，来真正的能帮助他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我们身后的这些志愿者，谢谢大家啊。我身后的这些毛孩子呢，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被咱们积极救助的，有很多是被主人遗弃，有很多是被主人带到后院场，然后我们去救他们，还有很多呢是被人伤害的。所以说为什么说举办这场活动啊，就是想让大家爱护他们，不要再去伤害他们。随着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大家对毛孩子也他们的爱，对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像说像以前那样，就是他们儿子啊可以食用我了。现在有的这些毛孩子已经是我们的家人了。在你们有一天需要被他关怀的时候，你们才会切身的知道他对我们的重要。所以说我对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，我估计他们也不会体会到喜欢毛孩子的感受。感谢大家啊，我想讲两点。第一呢，就是我希望咱们领养这些购买，因为什么呢，咱们把那个这个特点到了两个。这个博美是我在疗养救的232条狗之一啊，你们看一下它，它的后腿是残疾的，然后它的眼睛是没有的。这样的小博美我救了3个，在疗养的时候，辽宁那边是咱们中国最大的一个繁殖场，繁殖犬的一个地方。这个狗那时候就在那个狗肉吃的笼子里面，眼睛已经冒泡了，然后腿是就是吊着腿。在笼子里面，可能他这辈子都没有在外面行走过，他就是人们繁殖的一个工具。而你们买的那些海博眼睛也是没有，就是他本来是眼睛有一条，以为是他可以医疗的，咱们在安徽动物医院治疗的，然后在后续治疗的时候发现他眼睛已经坏死了，然后后来把眼球摘除了，咱们做了绝育了。这个狗就是主人不养的，然后对他造成的伤害就是造成这样，它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狗，并且我总感觉跟着我。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尽量不要抛弃自己的毛孩子，你们抛弃它，你们等同于杀了它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希望大家爱护自己家的狗。不是啊，大家等会来一点掌声。我们就这些生命全都是要被离开的，要被伤害。我希望这个世界充满爱，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抛弃他们。你们这个狗只有在你们自己那是最幸福的。谢谢大家。来小池，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，真的非常的感人啊！我相信呢，现场每位朋友都是含着眼泪听完小池讲的所有的故事。那我今天呢，小池也很多的生命需要我们去救助，需要我们去帮助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和咱们这个爱心的团队，需要更多的人。志愿者们，来到我们舞台上好吗？来吧，咱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好吗？好吗？来。我说因为有你，大家说让爱循环，可以吗？咱们试一下好不好？来，现场说的朋友们，因为有你，让爱循环，非常完美，非常完美。来，现在我们就正式要启动我们的启动仪式了。接下来这个口号由我们的小池来喊，好吗？好，因为有你，让爱循环。3、2。
对，大家能不能响起一些掌声？我们今天第一届的首届的爱心领奖公益活动正式的开始了。我也希望呢，今天不仅仅只有一届6个小时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每个月都能有一届这样的活动，真的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么谢谢这期间，让小哥，小哥想洗手去了，你好啊。要回家了，是吧？好人家带走了，走了，走吧，去吧。